夜黑风高，杀手中的杀手，绿柠檬、红柠檬，出现在好大好大的月亮之前。月香柠檬，淡淡的挂天空。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？因为我是真真正正的杀手，专门杀人手，杀手。好，我要你去乌龙院，帮我砍下面壁大师的右手。拿我什么好处？我保证你，永远有柠檬吃。一言为定。谁干的？玻璃窗。没听过这号杀手，好大的一个口！救救我！以后休想我给你买新衣服。日出东方，白我赖国。日出东方啊，当困一团。牙齿借我。不借。不借。我借啊，我借。早点拿出来嘛。去。到你了。好，好，好了。
好了，好了，师傅。教你们这么扫地的，偷懒！拿过来，扫地。师傅早，一大早起来不要东摇西晃的，把那些盆景修整一下。是的。站好了！哼，谁叫你可以这样子偷懒的？偷懒！这东西我从来不玩。大没点儿，真他妈的不应该。这么好的月色，我就把白天那套武功传授给你们。大哥，但今天了，早点睡吧。你们不是爱在师父面前打小报告吗？不准睡觉，吸气。放屁！好臭啊！气功的原理在于吐纳之术，正是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。练到最高境界，可以打通任督二脉。可是，师兄，任督二脉是哪二脉？鼻孔洞跟屁股洞，一旦打通，就像这样，鼻孔洞吸气。屁股洞放气，一吸一放之间可以产生巨大的吸力，即是江湖盛传的吸星大法。吸气，放屁，放。这个屁功，这不是早收工了吗？哎，去睡觉。
睡得还好吧？朽木不可雕也。嘿嘿，从神秘挖沟开房。啊！耶！有进步啊！有进步啊！吃掉，蛋白质啊，快吃。黑色。不吃啊？啊，小龙。别动。给你。好肥哟。等一下，没事，吃饭啊，吃饭。等一下。花园去。别动。前方有两位武林高手在树上做生死决斗。是风冷啊。一个穿蓝袍，一个穿黑袍。哇，你练。衣服的颜色都听得出来，叫我了。这个很简单，你们只要张大眼睛往前一看就看到了嘛。这是好人，这是坏人啊！蓝袍那个是好人。你怎么知道？郑少秋嘛，演了20年的大侠，你什么时候看他演过坏人呢？我打坏人。拍电影？对呀、啊，你在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冒出来了？花多少钱？你知道？真是混蛋了！干什么？你还有意见呢？你搞不清楚，你混蛋，你王八蛋！导演，我那么大声。刚那个镜头我也不好，我们再来一个吧。对不起啊，你慢走，先休息一下哈、你看见了没有？是你命大，男主角替你求情，就算你画了10年的圆，也赔不起啊！滚！有多远你就给我滚多远！哈，我等了5年才等到辅导金，也许这一辈子就这么一步了。喝茶。施主，快来化缘。阿弥陀佛。琼衣，给他2000块。谢谢。你好坏呀！再给2000啊！好心有好报。
哎，佛祖会保佑你的，谢谢谢谢。师父说过，女人是祸水，酒是穿肠毒药，鸡鸭鱼肉是出家人的生死仇人。哇，我仇人如果见面，分外眼红，让我们消灭他吧。耶，好。师傅，慢走啊。不要太嚣张，过两天再跟你算账。小心点，被师傅发现可就惨了啊。我在这里啊。这人是哪里？在你脚底下。嗯。啊？有没有搞错啊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也不看墙。哎呦，啊，有门不走，爬什么墙？对呀。神经。啊！干什么？看到鬼了？啊！回来。师傅，小流氓，你不听话，你给我还礼啊！好吃鬼，你偷吃肉，你调皮捣蛋！哎，师傅，手下留情啊！手下留情，好，你是师兄吗？啊，嘴巴甜一点就不用受苦了，你们要跟我多学学，知不知道啊？睡不着，你想传染给我？我谈恋爱了。嗯，我交了一个女朋友，她写信给我。这什么玩意儿嘛？这是我爱人，她想跟我见面。哼，真幼稚。那现在怎么办吗？微信啊。我又不会写信。放心，交给我了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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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做你的靠山，哎，要下雨了。好好睡啊！你要相信姐姐，色狼我见多了，不信你等着瞧。赶快带到屋里去玩呐、啊！雨下下来的话，你就要穿帮了。要下雨了，让小孩子们到屋里去玩吧。你看，你看，狐狸尾巴露出来了。也好，男人只要跟女人单独进房，就会原形毕露。大方点，潇洒点，没有女孩子喜欢胆小鬼的。嘿嘿嘿，去，有事就大叫。来，怎么了？大道走啊！我这个样子还像猫王吗？像个鬼啊！为什么先看见山地才会听到雷声呢？笨呐！因为眼睛长在前面，耳朵长在后面嘛。哎，为什么鼻子长在前面，耳朵长在后面？每次都先听到你放屁的声音，然后才闻到你臭屁的味道呢？那是因为这个，因为屁股长在后面，屁从后面来，当然是耳朵先听到，然后鼻子才闻到啊。为什么失恋的人都要淋雨呢？那是因为他头上很多墨汁，不淋雨洗不掉啊，知不知道？哎，好了，来来来，臭屁蚊进来了，来来来，好了，不要伤心了啊，不行，以后还有的是机会，不要伤心了啊，好，不行。小文，你怎么了？他呀，失联了。不要乱说，吃饭。不关我的事啊，师傅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我经历过，所以我了解他此刻的心情啊。哇！原来师傅也那么不是我，是你们的师叔面壁大师，他也是过不了情字这关才发了疯的。师傅，那臭屁蚊会不会发疯？所以说啊，你们犯了大忌了，在失恋人的面前不可以提失恋这两个字，更不能讲谈恋爱、女人、双双对对、相亲相爱，这些呢会让他想起失恋的字眼，你们明白吗？快来看呀，生小狗啦！哎呦喂，好可爱啊！我最喜欢看母狗喂奶了，好温馨，好感人呐、啊。什么狗？母狗。啊？干嘛？喂奶啊。我又怎么了？母狗跟喂奶都是影射你的话，难怪他触景生情，人我
我都受不了了。神经病。老师傅，我们是那个崽崽取了个名字，想请老师傅您呢算个笔画，讨个吉利。哦，你给你崽崽取个什么名字啊？好、哦，姓谭，阎锡早谭，因为是辛亥年生的呢，所以叫谭念亥。谭念亥。啊他怎么了？师傅，谭念亥啊？谁呀、啊？谭爱啊？谭念亥这名字不好，改成叫谭武成吧，好不好啊？哎，谭武成，这好吗？谭武成，都叫我。不好不好不好，叫什么叫什么啊？弹吉的，弹琵琶，弹钢琴，弹簧床，弹女神弓，弹什么都可以啊，就是不要谈恋爱啊，是不是啊？师傅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老师傅，谢谢。马叫弹鱼，叫什么弹鱼啊？笔画好什么用？弹鱼这个名字不好，怪不哭了，你不叫弹鱼，弹鱼，爸爸恨弹鱼。这臭屁丸不吃不睡。显然是得了一种精神感官歇斯底里毛细穿梭感觉图鲁西斯症候群。哇，好有学问啊。师傅，那是什么病啊？哎，没学问的人就叫他相思病啊。那要怎么医啊？就是笑啊，一笑啊，相思病就不药而愈啊。小文啊，今天呢、啊、不上课啊，不练功啊，不念经，大家尽情的欢乐，你看好不好啊？啊！无聊，低级趣味，幼稚的不得了。待会儿看我的，师傅保证让你笑得屁滚尿流啊！啊红军头，来给阿兵草草，你那里红军头，来给阿兵草草。朵朵，你笑一笑吧。谁的尿布啊？讨厌呐！他笑了。王爷，你死到临头你不知道啊？我看你是个人才，才不忍心给你下毒手。如果你要是跟着我的话，我保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！啊，走，咔 ，OK， 换替身了啊！好，来了。好了，上。哎呦，啊！哎，来来来，吐出来。没事没事。哎呀，心中本无痛，庸人自扰之。佛曰，皮肉痛乃身外之痛。可心就好痛嘛。
哎呀，你想想看呐、啊，今天是师傅的生日啊，你要不多挨几天的话，我们哪有钱为师傅买蛋糕啊？哎，你想到蛋糕了没有啊？巧克力的，香草的，还有草莓的，哎，蛋糕，想想。小王爷，这只是小小的一个警告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怎么样啊？啊！呀，咔，替身。啊，好进去。啊啊啊！哎，来了。轻点啊，大哥！啊！让开！好快！啊！替身滚！嘿，两位明星，来，请过来。去旁边。哎，小明星乖乖躺在这里，不要动啊啊，躺好啊。哎，跟大哥，然后没事，走开，走开。讲那句台词，顺我者兴，逆我者亡，这个样子啊。哎，小明星，你躺在地上不要动，不要动的意思就代表你死了。哎，他刚没死、哎、可以买蛋糕了。接下来呢，你还是不能解你心头之恨，你的眼睛瞪大，瞪大。就开始冒汗，然后拳头就握紧了，最后你就大声的吼出来，我要鞭尸啊。哎，臭屁文，怎么样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哎，起来，哎，来了，哎，没事，哎，来了，嘿嘿嘿嘿，哇，蛋糕。喜欢吃蛋糕吗？就是嘛，师兄也舍不得你挨揍啊，但是你不挨揍的话，我们哪有钱买蛋糕啊？啊，等一下啊，等师傅吹完蜡烛之后呢，给你一个最大块的啊。好。哎。哎。妈。起来，我什么时候看武艺了？哎呀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来，哎，师傅来，哎，这边坐啊，请坐。坐。哎，哒，师傅生日快乐！蛋糕万岁！啊，来了。生日快乐！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对不起啊，我师父88岁，多一根蜡烛还给你。
呢？师傅不准我们下山吃肉啊，我们只有靠自己了。前面的雨好难抓哦！哎，你怎么搞的啊？每次都吃小龙的，今天你抓不到的话就不要吃了。还是你最厉害啊！哼，不吃就不吃，心比自己多。姑娘，你想钓鱼还想钓螃蟹啊？我想死。我的命真的好苦，好苦！我三岁的时候就被卖给人家当做养女，七岁的时候就被养父给强暴，十二岁的时候就卖给人家当做童养媳，十五岁的时候就把老公克死，十六岁的时候养父把我领回去，现在他要把我卖到窑子里。洋葱待会儿切，洋葱呛死人了。这样好多了。你虽然是很可怜的，可是乌龙院从来没有收留过女人的，这是违反戒规的。既然师父不能收留你，那又何必救我？我看我还是死了算了。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你等一下嘛，师傅，干什么？佛曰不能见死不救，你不能看着他去死吗？就让他暂住一个礼拜吧。佛门种地严禁乱闯的，姑娘就委屈你暂住后院的柴房吧。你。阿弥陀佛，谢谢师父。施主，请。给那里红金桃，桃给呀明草草。请。坐啊，坐坐坐。我帮你弄张床啊。等一下。谢谢你救了我，还给我安身之处。我真不知道怎么报答你。哎呀，这是什么话嘛？你总不可能以身相许吧？开玩笑，开玩笑的。你笑起来真的很美。你对我这么好，我无以为报，请受我一拜。
哎，不要不要，不要啊！我实在不相信相爱的两个人接触会有触电的感觉，现在应验了。你压到电线了。啊，我说嘛，怎么可能呢？你跟我两个人，哎呀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不怕不怕，我拿床，我去拿床啊。小博啊，吃饭了啊。哎呦，前尘往事曾云烟，消散在彼此眼前，就连说过了再见，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。给我的一切，你不过是在敷衍。你笑得越无邪，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。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，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。就在一转眼，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，不会再像从前。我的世界开始下雨。我说呢你啊，大个面子不得安宁，这王八羔子，冷的脸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。哇，好大呀！
林头。呀呀！啊！啊！抬头。嗯。阿弥陀佛。哎呀，长老，我靠的岂有此理！打你个不听话的家伙，出家人就跟不出去人谈恋爱，打你个混账东西！脱了吗？不要。脱啊！不要脱嘛！把裤子脱了吗？我不要脱。真的不肯脱？不脱，不脱。不脱算了。啊，好，脱，脱嘛。破了那么大个洞，你还不补啊？小红啊，还有两天期限就到了，到时候你怎么办？这几天我已经看开了，也想通了，我想我还是回我养父那里，随他怎么样。我可以养你，我可以，我真的可以养你，只要你不嫌弃我。我还是不要连累你。听说以前你们这里有个师傅，就是因为爱上一个女人被关起来，活活饿死啊。你说面面师叔啊，他跟我不一样了，我是带法修行的，随时可以还俗啊。他是少林的传人，而且他爱上了魔教的女人，简直是犯了天条啊。你不用安慰我，我知道你们这里如果动了凡心，唯一的处罚就是死。哎呀，面面师叔没有死啊，活得好好的，就关在后山的山洞里面啊。每天呢都是我送饭给他吃的，吃的比我们还好。不信呢，我明天带你去看他。我相信，可是我养父随时会把我抓回去。他帮你卖多少钱，我下面还给他就是了。你买不起。多少钱啊？10万。妈的，我会想办法的，你等我。好吧。
杨哥，好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了，下次通告，谢谢观众啊。知道了，你最大的破绽呢，就是看上了我徒弟啊！这世上只有两种人会看上他，一种呢是瞎子，另外一种就是居心不良啊！你这么漂亮，当然是后者了。你老归老，可是却一点都不糊涂。我叫着恩恩怨怨，就让他随风飘去吧。当年我们小姐还面壁殉情自杀，而你从中作梗，结果小姐跳了山崖，面壁却苟且偷生，还好小姐命不该绝，今天要她一只右手，算是她不守信诺的代价。大家都知道，打我的另一个绝学洗髓经是落在少林掌门人的右手背上，而面壁曾是我们少林掌门人的传人，你要他的右手，无非是贪图少林的绝学，只可惜面壁早就死了。老秃驴，我就不信抓了你，面壁还会做缩头乌龟。大师兄，小红啊，小红，要钱够了，有钱了，小红，小红啊，有钱了，有钱了。日出洞房，睡得好爽。哼，一大早谁在鬼吼鬼叫的？哎，今天师父怎么没叫我们起床嘞？就是嘛，小红，小红，钱够了，小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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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师傅小红不见了，好，私奔，去，哟呼，飞鸽传书。拜托拜托啊。是什么地点？天魔古堡，实现七日内，后果撕票。真想不到小红就是魔教的杀手，十五年来面壁师叔跟魔教的孽债还是没能解决，那怎么样才能把师父救出来呢？对啊，想个办法吧。童子功，
铁头功啊，终于练成了！哈哈冰文，来来来，啊，帮个忙，啊，来，啊，可以让你忘掉烦恼，忘掉痛苦，还可以忘掉忧愁。这么神啊，喝了酒去打架不是更厉害了吗？有道理啊，喝了酒不怕疼又可以壮胆，来你试试喝呀，啊，大口喝。啊你，喂，哎，喂，哎，你带我们来这里干嘛？哎，这里不是禁地吗？是啊。师父曾经交代过，要离开少林寺，一定先到这里来拜过列祖列宗的牌位才行啊。列祖列宗啊，我们这趟下山是去救师父的，请保佑我们平安的完成任务。阿弥陀佛，保佑我们平平安安的，顺顺利利。阿弥陀佛。传说中的铜人阵是真的，那该怎么办？硬闯啊！如果闯不过铜人阵，我们三个人会死在这里，这是我们少林寺的规矩。哦，
油！喊我！睡着了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明天就要出发了，有件事不讲出来，我心里会一直不舒服。你们知不知道，每次拍戏啊，我都扣你们1000块钱，钱是好用啊，但是每天晚上睡不着觉，心里不安的。所以我希望你们二位原谅我这个卑鄙的师兄。这个我早就知道了。那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拉肚子吗？是啊，我都拉了16次了。哦，你们两个是我下的泻药，我更卑鄙。我刚才才在你的内裤里面撒了辣椒粉，你能不能够原谅我呢？爸，爸！算来了，师傅。Thank you.
哎，你找我！你的声音呀，怎么还手，我爱你你骗我，你我爱你我更加不但你还来爱我，我更加的爱你很恶心吗？哎呀，去死啊！
师傅，师傅，听够了吧？没有啊，我用嘴把它摆平了，好辛苦的。真能掰耶！嘘，不要，不要，你干！替老秃驴收尸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就是面壁吧，混账东西，王八羔子，你早点来你会死啊，非拖到最后一秒，吓都被你吓死了。阿琼，你总算露面了。阿琼，放了西兄吧，你我的恩怨不关他的事。你说的倒轻松了，还我女儿的命来。原来这魔女早就死了，恐怖天使利用她的躯壳引诱面壁现身。
哎，师傅，赶回去救师傅啊！已经被废了武功了，啊、怎么办呢？嗯，哦，去吧，我知道。啊好痛啊！啊！哎哎，师傅啊，赶快想想办法吧。怎么办？干嘛看我啊？哎哎，师傅，虫子药真的有效吗？应该有效，虫子药解百毒。哎，好，快快快，哎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。他怎么都打不死啊？好痛啊！啊！尿啊！用你身上的尿攻他！三天三夜，应该想通了吧？我已看破红尘，决定要云游四海。你既然看破了红尘，就应该遁入空门，继续当你的和尚啊！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我原本就是和尚，都不能免于情欲。如今只有浪迹天涯，做个苦行僧，与草木同朽。十五年前你武功胜过我，也没能把我拦住。今天你武功尽失，还想拦住我吗？我只是想再看你一眼。答应我，不要让我再等十五年才能再见你。师兄可能没有十五年可活了。龙奔湖海洗我胸襟，河沙飘我影中，云再归去却不去。哇，大侠就是大侠，
他帮我抢了四张命，这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我有五十张嘞。哎呦，你那么贪心呐、啊？你不知道啊，在剩下五十张他的照片都可以换一张林志颖的签名哦。我、好你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我去了。哎，你不会像面壁四叔一样一走就不会回来了吧？不会，四叔一走就是十几年，我只要十分钟就搞定了。阿弥陀佛。为什么他只要十分钟呢？三个字，什么？不知道。自动慢动，我哎，放心吧，师傅，把他嘴捂住了，不会有事的。你请坐吧。我可什么都没说，再跳下去的话可不关我的事哦。一个和尚丢水吃，两个和尚抬水吃，三个和尚都没水吃啊，三个和尚没水吃啊，没水吃。